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玻璃清水节六月初一正式来开幕。今年也是以桃美社区的清水公园为上届主要的活动场所。天气越来越热，玻璃电工所伫桃美清水公园办清水节。伫咱暑假吼，伫六月到八月中间吼，啊，拢会当全家来遮啊，不管是啊生水啦吼，啊是讲遮的这个昆虫的这个教育吼，嘛是相当丰富吼。玻璃清水节的活动，逐礼拜要有日文表演加假日的市集，既然讲会使串联玻璃镇溪地乡加日月潭的景点。啊！希望共同来推广，将游客带入咱大埔里、大日月潭地区。这个活动到八月份，欢迎所有乡亲假日的时，会使去南投耍水。晚间九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